JC 直来直往的个性经常带动许多话题，也是各大节目争相邀请的对象。过去他曾经大方承认隆乳，也做过眼睛和鼻子，算帅真个性圈了很多粉丝，却常被酸民讽刺是整形怪物，尤其丰厚双唇更常被拿来攻击。二十日 JC 在节目 TMI 秀上忍不住喊冤，리필러가있어요근데이게남아있는거야근데내가사람들이내나올때마다아괴물된대요계속솔직히우리내가맞을시간이어디있습니까그렇지근데전사실은맞고싶어요근데시간이없어사실 JC 坦言打过封唇，不过很久没有补打，效果早就消退。而 JC 因为喜欢封唇效果的妆感，所以都会特意把嘴唇画得厚一点。他更是直接在现场示范如何靠化妆升级嘴唇。보여줄게요아저쪽에바깥으로그리는구나어완전오버로잘보인다어그냥한번에 어, 어원샷으로가오케이일단발라요색깔을발라요네이거를섞어어떻게섞어아라인이랑자연스럽게연결자연스럽게연결이돼야되잖아된다연결이안되잖아想要封唇效果的各位笔记记得记好啊